山全是黄飞鸿，原来是一条虫。我们要做佛山第一。你们这帮人，哪怕几个白色就搞死了，找赢最厉害那个再说吧。哎，佛山谁最能打呀？当然叶问呢，难道我？叶问，你别推三阻四的，你是不是怕了不敢打呀？打什么打？当我们家是武馆的，随便你们进来打打杀杀，快给我滚！你听见了，我是不会跟你打的，你马上给我出去。叶太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打死你。佛山太让我失望了，这么多练拳的居然没有。闭嘴！打了全部东西。咏春，叶问。